手操纵，平凡用恶意伺机而动，我大喝一声，地面卷起狂风。哦哦哦哦，不必歌颂，我本就骁勇，无法忍受哭就成耳语聋，那就别回头，我来终结战斗。当隆重的鼓手，那不像我，是消极的等候，那不是我，沉睡中觉醒封藏的力量，以无声之躯就这一尊王。别太慌张，我已登场，在上个项目中承担的主要工作内容可不可以再说得详细一些？啊，我主要负责设计稿的完善，还有 PPT 的撰写。哦，写 PPT 的呀，好了，我了解了。夏小姐，今天呢就先到这里，具体的面试结果我们会以短信通知到你。这就结束了？下一位。哎，等一下，是这样的，我有两句话要说。我虽然没有什么工作经验，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是毕业生代表，而且我各项成绩都是 A。我相信我的学习能力还有适应能力，希望贵公司能给我一个机会。这看起来你皮肤不错呀。这是什么意思？找工作跟这个有关系吗？熬不了夜吧？我们这行平时加加班，熬熬夜都是很正常的。我看你这么瘦，能常去工地出差吗？夏天热，冬天冷，受得了吗？不能总是让男同事照顾你吧？你的意思是，你们只收男生是吗？我可没有这个意思啊。哦，墓园。这怎么回事？我爸的墓怎么成这样了？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刚刚发现的，叫你过来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，这是不是你们家里人干的？怎么可能是我家人干的？谁会破坏自己亲人的墓啊？也不是不可能啊，这我刚查过了，前两天你们家里人有人要求开墓，说是风水问题，要把这骨灰换个方向，这不是乱来吗？骨灰换个位置，我家人。我记得爸爸还有条项链，怎么不见了？好特别的奖牌呀，能送给我吗？不行。这个链子呢，不能随便给别人，但是爸爸可以变个其他的东西给你。不能随意送人，难道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？重要到不惜盗墓也要把它拿到。
谢谢。我昏迷了几天了？两天。两天。完了，只剩一天了。去楚天辉。守护元神被收走了吧？没用的，你打不过他的。那人到底是什么人？他呀，叫镇月童子。这千机黑茶这么大的地儿，全归他一个人管。就凭着他对元神力敏锐的嗅觉，还能收守护元神？三天，就三天。当黑猪变为白猪的时候，就再也变不回来了。这镇狱童子啊，原本就是一只小凶兽，在战乱中被师祖所救，后来就命他在此地镇魔，师祖答应他了，500年后来接他，收他为徒。哎，可如今都过了800年了，也没见师祖来接他，所以啊，就变成了现在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了。我管他是人是鬼的。的时候都安静点儿。等一下，你怎么还没走？其他送食人早就离开了。原来是去那儿送饭。最近留心观察，那个新来的小子随时会从牢里跑出来，若是发现了，记得向我汇报。若是敢刻意隐瞒的话，后果会很严重。走。奇怪，确实没有人类的味道。
主任，还是没有头绪吗？其实我对爸爸不是很了解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在我小的时候，我爸爸就一直忙。我记得他经常出差，总是十天半个月才回来看我一次。老板，麻烦跳个最甜的。这个行吗？啊，行啊，五块，吃好再来啊。哎，谢谢啊。来，小心烫了。好。好吃吗？好吃。爸爸，嗯，你这次什么时候走啊？哦，明天下午。玲玲，爸爸老在身旁陪着你，你会怨爸爸吗？不会啊，因为你每次回来都会带我出去玩，我很开心。不像妈妈只管着我学习。你妈妈管你学习也是为了你好。后来我爸爸妈妈就离婚了，我见他的次数就更少。他虽然也会回来看我，但总是来去匆匆，见不了多久。那他后来是因为什么离世的？我也是听妈妈说的，他出海的时候遇到了台风，船翻了，他被海浪卷走了，连尸骨都没找到。后来听朋友通知了他的死讯，找到了几件遗物，才勉强立了个墓。那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线索？本子是空白的，匣子也打不开。什么都没有。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？这本子里面虽然什么都没写，但感觉被翻过很多次了。在说谢谢之前，我想知道你究竟是谁，为什么要帮我？身上没有人类的气息，你是灵人吧？在这千机黑叉送时的似乎都是灵人，但你绝不是普通的灵人，你甚至能够藏着我的气息。你究竟是谁？什么意思？知道这零号牢房不简单，可这未免也太多了吧？我该从哪开始找呢？你不跟我一块儿吗？
最顶层。你是要我去那儿吗？你知道我要找谁吗？我要找一个叫唐笑笑的人。好吧，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让我去那儿，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帮我，总之多谢。莫非那个送尸人让我看的就是这个？到底是什么人会被关在这种地方？门外何人？老夫问你话呢，因何不答？抱歉，我是刚被抓起来不久的普通犯人，我是为了找人才来这儿的。哈哈哈来这天机黑岔来找人，老夫还从没听过这么傻的事情。因为我有非来不可的理由，我在找一个叫唐笑笑的人。您知道他被关在哪儿吗？听你的声音岁数不大呀，不过能闯到这天机黑岔来，说明你的本事也不小。前辈，你不觉得隔着门说话很不方便吗？现在轮到你身上的了。当今世界能开这个锁的，而且有如此速度的，只有一人。小鬼，你到底是谁？前辈为什么就那么想知道我的身份呢？因为只有你告诉我了，我才能决定到底帮不帮你。前辈的意思是，您能帮我找人？好，那我告诉你也无妨。我叫曹彦兵，我刚刚跟你说的那个叫唐笑笑的人，她是我母亲。原来你是笑笑的儿子，难怪，看来你完全继承了你们唐门的开锁绝技。前辈认识我母亲？老相识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就是上一代的群英殿的参谋长、四大高手之一的李古柏。妈妈也是我们群英殿的成员。老妈当年是群英殿的成员？怎么可能呢？虽然她跟我们一起都效力于群英殿，但我们是明线，负责战斗，她是暗线，负责暗杀等一切秘密的任务。她的身份隐蔽，只效力于首领黄甫龙斗一人。黄甫龙斗，那个通缉犯，老妈以前还是他的部下。前辈，先不管这些了，你能不能先告诉我老妈被关在哪儿？我先去救她，然后我们再一块逃出去。别费劲了，孩子。你妈妈她根本就不在这里。不在这儿？怎么可能？我明明就听说她就被抓在天机黑煞里。我可以给你分享一个有关她的画面。正是因为这个画面，我可以确定他现在不在这里。那前辈赶紧给我看吧。但是你要怎么给我看呢？我虽然是个瞎子，
但我可以通过分享守护元神的双眼，把幻面传输到你的脑海中，这对你的精神创伤会很大，你要考虑清楚。主任，我发现这本子上的每一页都有微弱元神力的痕迹，如果我没有猜错，这上面并非什么都没有，而是被人动了手脚，只有向上施加元神力方可看见其中内容。不用考虑，我可以承受。你的意思是说我爸爸是继承人？不，你要答应我，不管你看到什么都要控制你的情绪。我答应你，只管来便是。你是说要施加元神力是吗？没错，主人不妨一试。过来吧。取我性命没那么容易。禁制三，十三，十三。巡营殿送赵将军上路。你们这帮见不得光的杀手，我不过就是没有听从调遣，就给我安插罪名，暗中诛杀。群英殿根本就是林玉的走狗，丧尽天良，为虎作伥。这些杀业迟早会还到你们的孩子身上的。苏小姐，别和他废话了，快杀了他，咱们好回去复命。算了，他没有守护元神，已是废人一个。丢出镇魂街，自生自灭吧。夏小姐，咱们接到的命令就是就地处死，你放了他，咱们拿什么回去复命？此事我自会和皇府首领解释。臭小子，你干嘛一直盯着你弟啊？他小小的，又软乎乎的，碰一下就怕碰坏了。什么时候能长大呀？你现在是哥哥了，以后要好好的守护弟弟哦。守护弟弟？就像爸爸守护罗刹街。罗刹街有许多的灵人，为了不让他们陷入黑暗变成恶灵，就需要有镇魂将来守护这里的和平和安宁，这也是镇魂将的责任。责任？什么是责任？我们是一家人，所以你爱着我们，爱着我们的家罗刹街，我们在守护的是爱，这就是责任。爱就是责任。眼兵，眼兵，有个灵人突然恶化了，我得去处理一下，看好家，照顾好小亮，等老妈回来。
二位大人，营业来网罗刹街，有何贵干？你认得我们？早年在皇府首领那儿见过二位。既然你知道我们的身份，我们就不和你兜圈子了。唐笑笑，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。走去哪儿？为什么走？晚些时候，你自然就知道了。 如果我说不呢？你要知道，凭我们的实力，想要毁掉这条罗刹街易如反掌，你不为自己想想，也得为你的孩子想想吧。这就对了嘛。 出来，我知道你在这儿。看来是我对你太仁慈了。他来了，他感应到你的元神力了。不可能，不会这样的。前辈，你告诉我，你刚才给我看到的，可靠吗？ 那是你妈妈的守护元神，守护元神？你是说唐无心？你怎么会有他的记忆？你在哪儿见过他吗？还有刚才你给我看的那个地方是哪儿？快给我出来！你的耐心是有限的，你躲起来也没用。 闻到你的味道了，来不及了。就算你找到唐无心，找到了你画面那个地方，可是也逃不出这千机黑叉。这几百年来，就没有人打败过镇狱童子啊！不会的，凡事没有绝对，几百年来没有人成功，不代表我不行。一定会有什么办法的。 孩子，一定会有什么办法的。孩子，一定。曹彦兵，这一次我要你死。撤！
师祖命我来镇魔除恶，我除了一个又一个，你们非但不收敛，还愈发放肆。师祖本来答应我五百年就来接我，可如今已经是第八百三十九个年头了，我清除了一个恶障，却又新生十个，除的越多，生的越多，就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恶障存在。 这地狱才根本就空不了。真可怜。你说什么？800年了，你的师祖。 抛弃你了，曹隐兵。如果你的目的是要激怒我的话，做得还不错。 生命如落叶，打捞不到一眼。我们闭着双眼，来窥破未知凶险。在命运的刀尖，肩上炙热伤痕，感动成一瞥。